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12月28号，然后松山站3点17分，若班车是1274，就三线南回线开往台东的普悠玛自强号，在松山站那边信号，有普悠号、圆通普悠号、圆通普号、普悠玛自强号刚刚跑完。太帅了，三线然后南回线。然后它5个小时，后来又长。耶、yeah, ，我的原装朋友，原装普我不用忘记讲哈。跳2037加跳2038。在双蛋时你好，谢谢哥哥哈，元旦拜拜。台北东的1274普用忘记讲哈。三线靠台东，超帅！南下月台开往台东，谢哥啊，再见。